Action. OK, yeah, nice. 我是要穿越，你懂，非我这个词的意思呢？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在我们表演现场的时候，所有的听众跟我们都是各自独立的一个状态，一个个体。那我希望说，所有人到我们现场看表演的时候，他可以有一种让自己释放掉，然后重新组成的感觉。就是你不一定要吃什么，我也不一定要吃什么，但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状态下重组一个新的状态，那个状态就叫非我的状态，大概是这种感觉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团名的来源。我会想这种，好厉害。这首歌的意义有点像是说，就是一颗星球的开始到变成超新星爆炸，就是一个开始到结束的样子，然后有点像是在讲述一个生命从最一开始刚诞生，然后到最后绽放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感觉。那你一开始写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其实没有，是后面我们就是有群开始音乐对话，对，有感觉嘛？用那时候你好像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干，我有一个律服还不错，我说好啊，你听听看啊，你弹，干，好，干，好像迷先生哦，好像迷先生，讲过我地址，对，我忘记副歌另外一段，有些超像，超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像迷先生，好像迷先生，没错，超智障。叫三声，哈哈哈哈！我不怕，我才不怕呢。